两元组合，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公布。谁让你有好消息？来变我一圈。议员，你可以不听，那你的粉丝就没有福利了。我粉丝呀，那算了，那讲。好不耐烦啊！你怎么这么不耐烦？这抢我话这。嗨，恭喜大家，我们全部学员呢突破了第一档福利，接下来是解锁精神小伙时间。同学们，来加油！我们的加油热情，干了！开始了，音乐走起！来吧，来吧。都得来吗？都要来，都得来。对，全体呗。这不得好好表示一下。哎，全体哦，全体。我也无能为力，其实。胡总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小李，整点活，动起来。扭屁股，掰头是吗？左，右，左。怎么跳的来？右。哇！我的天哪！家人们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先跟你，能不能跳起来？嗯，哦，哎，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。原来我是一只左，哎，后，这两个偷懒，跳舞啊，跳舞开放，跳起来。啊、别吃东西了，换个动作吧，强哥。你要注意啊！小心滑雪，我有点伤到啊。哎，来结束了，有点尴尬，没事，我们继续跳。音乐不停，跳舞不止。给我来段内容。哎，比心啊，还是最土的。哎，后面同学不能滑水啊。这什么？滑水的关系？刘洋把你卖保险那套整出来。刘洋这个卖保险不跳舞，谁卖保险跳舞啊？一个动作跳一晚上可以，特别精彩。就一个动作一直循环。这也是群老艺术家了，老艺术家，老艺术家。你真的让我们跳一晚上吗，兄弟们？真的跳一晚上吗？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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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累了。差不多了，兄弟们。累了，有点累了。吃，快搞点。来，累了，我们赶紧可以稍微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啊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哈。哎，老沙，分一分一吧。老沙，咱们下一趴是什么呢？老沙，哦，下一趴有意思。咱们下一趴呢，就是要玩一个小游戏，就是那个是我爹，哎，知道啥意思不？这个游戏呢，主要是比拼大家的表达能力、想象力，还有说服话的能力。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的兄弟啊？啊？谁是卧底啊？哦，玩过吗？玩过。嗯，可以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游戏很有信心，因为我的智商杠杠的。嘉文呢？你可拉倒吧啊！我就觉得，哎，就这种游戏啊，就你们玩一个智商能玩明白吗？你们对你们智商有信心吗？那你意思是你的智商玩不明白吧？你不也是玩音乐的？我有一点玩不明白。你不啊？妹子也是玩音乐的吗？妹子明白。哎呀，这你们对你们智商，你们觉得有没有信心，兄弟们？好，方宇。廖老师在那儿边嘟嘟嘴边那说还可以，我感觉好像有点不够用了，要不再吃点东西吧，吃点水果，吃点水果。咱们开始游戏呗，要不？哎，咱们刚刚好像听说这游戏还有个 buff 打的。对，没错，老沙，两元组合，你们还记得八姐之前公布的福利规则吗？解锁第二档福利的学员直接获得游戏 buff。那现在恭喜我们的胡雨桐和田宏杰，恭喜你们在第一轮游戏中将获得一次多加一票的投票权，可任意选择使用时间。